从没见过这么多的嗜血灵妖，我们得知道这些嗜血灵妖被杀。能麻烦你去将粘在，只要知道这些咒术的性质，说不定就是贴在他们额头上的黄符。不要忘了。没有足够的内力了。你拿来了吗？这个该不会，看来这个还需要再研究研究，不会是那个人回来了吧？